祈祷，很期待他的这个泰兰塔斯，泰兰塔斯能不能在内战中有所表现？直接先来一个内战，内战。但是我有二跟十，对，这个内战起手不留死的吧？很少看人留过。对，跟当初那个情况已经不太一样了，不一样，不一样。不过如果他有他要留的话，二五十的话才会留吧？嗯嗯，有武器好像还不错，二阶四。以这个内战来讲的话，反正他刚刚已经有成长了啦，所以如果陈泰真的留了，我觉得也还行，也还行，也还行。两个滋补，其实泰勒也不遑多让，就是没涨到，让这个武器开。没有，其实泰勒这个是比较好的。对对对，他是可以零五五十的，弹性更大一丝。他往就是前面感觉痛苦一点，然后填在后面这样子。嗯，其实泰勒这个算。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摇头，他可能觉得陈泰这样二四这样，他武器有点太爽了，我觉得。没有，他应该是在担心说会不会就是这边是滋补。嗯嗯。好，没有啊，没有。对，十五，稍微松一口气。十五，不过十有跟进哦。哎，十还有点久。对，但是陈泰可能可以在七费的时候准时降到蓝龙。嗯，那就差多了，那就很酸爽了。对，那就差多。Oh my god！ 哦哦哦 ！Oh my god！ 长起来砍掉，下一turn不要进生物，我们先降两费蓝龙，然后打完终极瘟疫，武器砍完二费蓝龙，挥击挥击，越火越火，刚好啊、前进世界赛。耶嘿！我已经预言完毕。嗯，这边他在滋补的话，打十也会爆牌，所以泰勒应该想要顺着打。嗯，下蜘蛛，哎呀，进生物了。那你咋看？尴尬。那我们就先丢一个 TC 啊，或者变身也可以。我也跟着变。那变身的话，先按原本的天真剂比较好，因为你要把一个毒咬掉。对。对，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变毒，就不用叫E5，我觉得可以变毒，跟你拼。哦 ，TC 真的是这个哎，哦 MVP 哎 ，MVP 成也 TC， 每到关键的时候，哎，他就会出现，对，跟大家说个 hello， 他是主角啊，对，他是主角，对，他应该是主角，这个 meta 的主角 TC 两个蜘蛛，哎，你八费，嘿嘿，没办法，巫妖王。嗯，这样的话，他可以。长两颗，然后打星陨嘛，因为星陨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用的啦。然后看他有没有想要打十，或者是下一任可以打九加一，所以这边打两个五，感觉没什么问题。然后你这一只毒，因为对手也不可能下一turn再来砍，所以你这只毒可能还是可以换到东西的。嗯，我觉得打五加五，虽然感觉。这一阵的节奏很差，但可能是他的这个手牌比较好的打法，能做的事。嗯，那陈泰这边呢？如果他没有进生物，他会想要七加三去先降吗？还是应该不会想要先抽，先抽就还会有生物的问题了。我觉得泰勒可以哦，他想要多少叠一点血量吧。不然我觉得其实滋补是可以打掉。嗯，好，七加三，七加三，舒服，舒服，还两颗核弹，舒服。嗯，好，那就八加一。这样应该 read 得出来，你这样打应该手上是基本上很难不是蓝龙，很难不是吧？吼，嗯。这个要留着吗？感觉不用了，换掉三三吧，不然三三加那个终极瘟疫巫妖王又死了。对，直接砸，砸头，找伤害啊，挥击越火。哦。好，丢个暴君，没事没事，你巫妖王再怎么捡都捡不过我抽到灰旗。没错。那泰勒这边要打凶哦，
二四六八，可以考虑九加一报去报陈泰的牌，嗯、然后顺便给一点压力啊，因为他的手牌感觉好像这样打比较好，只能这样打。只是他刚没有先把滋补按掉，变成他的终极瘟疫比较难甩。是。哎、欸，哇 ，Oh my god！啊、不过会爆一张、不要是那一张就好。不要是那一个，哎、欸，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那我们再继续跟他，拖，继续跟他拖。或者是陈太受不了的话，这边月火砸下去是11嘛？ 26、26、27，好像也不是不行哎、欸。是可以考虑直接做了、欸，还可以顺便把这两只生物都解掉。嗯，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直接做了。然后你再进第二张月火也赢了，所以就直接做吧。对，二分之一嘛，抽五张，五张里面有第二张月火，你就赢了。要去世界赛了吗？就看这一段。哎、欸，两个一打掉。哦，还是要自然化爆一下牌。爆不到，好，没差，反正先打掉。哎、嗯欸，核弹先 K 头。月火砸下去，武器、嗯、砍头，终极瘟疫打下去。有没有第二张月火？嗯？他表情很凝重。嗯，奇怪，嗯，怎么没有先丢零？一，哦，一滴，一滴，好，没事，好，问题不大，一滴，嗯，你怎么翻？哦，反正不管怎么样，好像都是会爆一张啦。哦，嗯、好。没事、啊、问题不大。重要的那个橘，这算橘吗？橘红橘红的这个有进来。不是啊，他可以用那个，他其实可以把那个红龙给砸死啊。对啊，刚刚费用是够的吧？嗯。啊，我觉得小失误啦，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看你一滴血怎么打。全力找叠甲吗？来，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头很痛，头很痛，怎么办？只能最后把月火砸向自己的头了吗？再爆，再爆，希望你没有了。爆你伤害，嗯，没爆到，解掉，全部解完，叠一次甲。你怎么这么牛？哦，噔噔了，哎。什么都没报到，刚好 GG 3-0，恭喜陈泰晋级世界赛，还有我们的四强、哦，恭喜恭喜恭喜！啊、打得好、哦、啊，打得我们泰勒不要不要的。对，嗯，不管怎么样，我们亚泰就是要进一位嘛，对不对？对，亚泰就是要进一位嘛。嗯，刚好、哦、刚好是他啦，没有偏袒谁啦，嗯、刚好是他，没事没事。还有谁？没有，这先屏息。最精彩刺激的访问环节要来了。OK OK， 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是搞不好比赛还精彩。对，应该是比赛还精彩的。是的，是的。这个访问环节要来了。嗯。布拉迪兄弟，在四强碰头。ID 有 Blood 的就会赢。原来 Blood 是一个战队。协议战队这样子，还不错啦。就虽然说最后忙一些戏啊，没事，先听先听先听，没事，不说不说。From Chinese Taipei, it is Blood Trail.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performance this weekend. It's been such a stark difference from how your journey went last season. Obviously, back-to-back championship appearances, and now you've qualified for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How are you feeling?你这一次能代表台北进入了世锦赛，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感觉，就很开心啊，因为我打他就没有胜算会比较低，结果我还3-0赢他。I'm very happy now because I felt my success rate against him was kind of low, but now I win him with 3-0, so I'm very satisfied with it.Yeah, 3-0 performance in this series, 9-1 game score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weekend. It's been an absolutely dominant performance. And I think you've certainly gotten some fans on your side because this really was just truly incredible. But I have to know, were you at all worried going into this series? Tyler obviously was a bit of a fan favorite, APAC points leader, certainly a very tough competitor. Were you nervous coming into it or did you feel very confident?
Tyler 是一个很厉害的选手，是亚太区的第一名。你在对战他的时候有感到担心、感到忧虑吗？我就平常心吧，因为输了还是要继续打都是。I try to keep calm, even if I lose, I will still keep working on Hearthstone. Very committed, but you know what? You didn't lose, you won. And now you're moving on to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Final question, in your media packages, you kept saying that we would be seeing those famous sunglasses again if you made it pretty far. Well, now you're going to Worlds. Are we going to be seeing the sunglasses in your semifinal match? 我们在下一场比赛中能见到你戴你的墨镜吗？可以。Yes, I will. All right, that's what we like to hear. Let's give it up for Blood Trail. He is going to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And that means we still have two more players who will be qualifying alongside Blood Trail and Bloody Face. So let's send it back over to the casters and find out who's up next. 我今天我感受到翻译的这个，他的表情也开始渐渐习惯，比较熟悉的啦，对对对，大概知道尿性是在哪边。但我坦白讲，我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在说啥。哎，我会啊，反正重点就是我会，我会，我有参，可以，我也会带 ，OK 啊，可以晋级。反正输了，我也会继续打炉石。对，我不知道，我爱哈斯洞。人家问你说打赢他的感觉，想说要听一下你的心路历程，然后没差，输了我也是继续打，输了我就继续打，就没想过要赢，你知道吗？然后3-0了，对，他第一局也是差不多是这个感觉吧，对不对？他是劣势吗？对，反正过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表情包，看天看地，对，黄龙兄弟，对，泰勒有点内伤。基本上泰勒应该在这个回放不会有一个表情是 OK 乐观的。是的，豆叶很痛。对，这一段最后。Oh,